继骗钱风波、婚内出轨风波以来，9月15号，薛之谦首次在微博做出了回应。他发文称，的确和李雨桐有生意上的合作，但两人的关系从未超越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。薛之谦还称，和高磊鑫的感情经历了很多波折，绝不允许有人恶意中伤他的女人。最后，薛之谦称，对于恶意造谣生事的人，在回国后，我将保留法律诉讼的权利。但微博发出后不久，薛之谦就将这则微博删除。今天上午，还有网友拍到薛之谦现身机场，他全程戴口罩，面无表情，行色匆匆，一言未发。现场众多粉丝簇拥着薛之谦前行，还有人围成人墙护他，场面混乱。有不少粉丝抛出接机图，深情表白，不想管别人怎么样，只要有你，我就什么都不在乎。